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 us welcome our players of the fourth quarter final. 首先有请出香港的代表，有三届世界女子桌球锦标赛冠军，喺上年2021年破天荒取得两年嘅 WSD 世界职业桌球巡回赛资格，系史上两位取得资格女球手之一，可以参加呢一个男子职业赛，佢就系四眼 Q 号吴安仪。 欢迎两位。